根据第43/2021号行政命令所核准的澳门空中航行规章第67条，无人机活动在一些特定区域内是被禁止的，包括任何机场或起降点的1000米范围以内。航空器飞行路径，澳门历史城区22处适宜景点受保护建筑物，例如政府总部、立法会大楼、中央驻澳机构等等的50米范围以内，以及规章第66条设立的禁止或限制区域，违法者将面临澳门元2000至20000的罚款。详情请参阅民航局网站。